们现在在 Evoke 的摊位，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昨天就看到，它非常有特色。嗯，我们昨天偷逛的时候就看到了。偷逛。对，你有在用骑车箱吗？对不对？有，因为我很常出国骑车。对对对，那这个骑车箱我觉得蛮屌的。嗯，就是它不用拆车手把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之前拍了很多教大家拆装车的影片，大家最害怕就是拆车手把，还有椅垫。对，尤其是现在全内走线的那个头管啊，超麻烦的。没错。然后它还有个特色，就是它有海关锁跟密码锁，所以你在出国的时候很方便，然后不用拆车手把。然后现在我们来介绍内部空间。好，那跟大家讲一下，它外部空间呢，其实就是上面跟下面，它外面有塑料的，就是硬壳的保护，然后中间一样是可以车子拿出来的时候可以压扁，好收纳的。然后在头，就是车把手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就是完全不需要拆。所以如果你是三铁已经有做 fitting 过的手把，就你带出国也不需要拆，就不用担心你要拆装非常的麻烦。对，它的空力把基本上，我看它的 DM 是连那个休息把都可以放得下去，对，所以蛮方便的。然后后面的话，它这边有个特色，它这里有一个支架，它可以拆，然后它的长度是可以调整的，所以你的后三角如果是很宽的话，它一样可以保护，一样可以保护到。然后它的这个后面啊都有加强的边条，而且是可以拆的，所以你这些边条可以保护你车架不会被压到，然后你在要收纳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些边条抽起来之后，整个车厢可以收得很小。哦，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整个车厢只有9公斤。哦，对，9公斤这是很大的亮点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带车出去最怕超重，对，9公斤真的非常的轻。那琳达刚刚有提到，全部才9公斤而已，而且你可以看它后面有两个轮子，然后前面还有一个转向轮，其实非常方便。对，随便就可以提走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马上提走，很想提回家，还要等两个礼拜，我们直接带回去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那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单车时代频道，Linda Love Cycling。好，那期待我们后续影片，拜拜。